假设西塔是一个锐角，是求下列各式的西塔值。第一小题 ，sin 西塔呢是等于 0.5568， 所以我们到三角函数值表来找。0.5568， 好， 5568 在这边。好，那我们要求的是 sin 西塔的值，所以我们对到了上面的 sin。好，那5568呢对上面的三角函数就是要对左边的角度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33度50分。所以第一小题的部分呢，33度50分的 sin 值就是等于 0.5568， 我们就可以知道西塔角是等于33度50分。第二小题 ,tangent 西塔呢是等于 1.590， 我们来找看在数值表的哪里。1590， 好 ,1590 到这边，好 ,1590 在这边呢，但是我们往上看它是 cotangent 值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求的是 tangent 值的话，我们就要往下对。而往下对的话，我们就必须往右边对角度，所以我们对到的角度是57度50分。所以 tangent 的值呢等于 1.59 的话，对到的角度刚好就是57度50分。